我是刚刚的头涨了108.9呢，1096月几号，6月21号，太原捷运淡水新线大安站，1049分什么还在是？是开到大安的捷运列车，关闭一声。啊，这边有一台，因为中间我带撞过，不提供载客。约1分钟好久。来了，要进站。102次，太好。淡水的高压系统刚刚刚是捷运列车。淡水开启车门，那我淡水的高压系统刚刚开始进行，也是准备关闭车门，是的，关闭车门就那，拜拜。